周超级 chill， 因为这周是感恩节假期，然后我们公司是周三的下半天开始放假，不管是公司内部的人还是我们 work with the client 都进入了一种 holiday mode。 旧金山的冬天真的很能避免 seasonal depression， 就算是冬天阳光也超级好。又是切面包时间，本拖更大王终于剪完了十月底那一期的 vlog， 又是一个菜都做好了等饭的中午。饭，你加油！怎会如此？我菜全吃完了，这个饭还没烧好。终于烧完了这个饭，我给它加了一点炒蛋和拌饭料。我知道这样嘲笑人家不好，但是真的很好笑啊！我有一个客户，他给我回邮件的时候，首先他把我的名字写错了，写成了 Steve。That is all fine。 但是最搞笑的是，这人为什么能把自己的名字也写错？他的名字是 MAEN，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写落款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拼成了 MANE。 今天就是有点累，因为昨天没有睡得特别好，打算做一杯抹茶让自己醒过来。好喝。在街的对面竟然出现了 Viv， 我是先看到你的这双靴子，我就说这个人的靴子怎么和你买的一模一样。我的快乐回来了，我的妈妈回来了。终于吃上了 Viv 做的饭。周二，我真的很佩服，就是一些北美人的穿法。 Breakfast， 又是尝试新 Onyx Holiday Collection 的时候。这个很上次的旺达豆的味道，感觉这个研磨度对这个豆子来说稍微有点粗。梦回欧娜那块卢旺达豆子，觉得我应该至少能够看出豆种和烘焙度了。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确信这是一款浅红的卢旺达。刚刚差不多早上该做的事儿做完了，然后我现在打算跟着小红书上的教程把这个牛肉末给它腌制一下先，然后今天做一个免制牛肉饭。天哪，我觉得我今天做的这个肉末盖饭看上去很成功。嗯，超好吃。今天又举重 very narrowly 调杠了一下，就是真的挺惊险的，因为我如果手臂柔韧性没有那么好的话可能就扭伤了。今天只要工作半天 hopefully 然后就可以放假了，但我其实下午还有会，所以 doesn't really count。 我天，这个昨天去那个餐馆带回来的 Biscoff 配这个咖啡真的是绝了，这咖啡本来就有一点甜甜的 aftertaste。 With this and other stuff， 午饭。 Viv 刚才说全自动下班，因为我 EM 还没有回我，但是我打算下班了。这个 B 班今天就上到这儿。放假了，感恩节放假了，明天后天都放假，然后是周末，然后下周一才上班。好久没有这种健完身天还亮着的时候。现在才5点钟，我现在回家洗个澡，和叶家浩他们会合去玉楼的生日派对，现在去叶家浩家蹭个饭。贫穷让我的人生支离破碎。叶家浩现在在他的朋友家吃大闸蟹，而我要去叶家浩家吃他的剩饭。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感激叶家浩给我剩饭吃，浅吃点剩菜。给大家再次展示一下这个 calendar， 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好看了。我要试图理解一下，哎，这里不是有一张 notes 卡的吗？叶家浩这个傻子还跟我说没有。现在我就是化身一个咖啡小侦探，因为叶家浩给我的时候那个袋子全都乱掉了里面的，所以说我并不知道我每天喝的是什么豆子，但是我现在手头有这样一个册子，我的咖啡我知道是在这12种中的一个，然后我大概能够尝出一些风味。我现在就是靠这个来探索我今天喝的那一款很好喝的到底是啥。来到了周玉楼的生日会，大场面大场面大场面，婚礼司仪开始主持，矮人躲在角落瑟瑟发抖。一人就是我的天下，我的主场。人确实是有点多哈，而且80%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欢迎大家来到田小雪的生日趴。我们今天主要分为两个 organized session， 一个是 first single。 The second session is Jeopardy。 我们来开始自我介绍，自我的意思是我来帮大家介绍。到我了，到我了，到我了。它是一个 vlog 博主，然后它这个
面有很多人都是盲送别人，是这样是这样。他是个 consultant， 但我一直觉得他的外部更像 PM。 尊嘟假嘟，谢谢你，对，你真好。然后是那个 stun 的贵宾，你真好， it's our spotlight。 对，然后跳舞就在北京，来一段，啊，来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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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配上配乐。然后他很喜欢假笑，不喜欢抿嘴。啊，他喜欢抿嘴，我可以证实。哦哦、oh, ，it's really clear like this。那就是可以看到 connecting， 好高级的设备啊！这个局的第二个环节是 Jeopardy。等我先和我的相机说你好。就是我现在都用他拍 vlog， 他说他要一个蛋糕，他拿出了一个锅，哇、哦，拿了一个香薰蜡烛。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感恩节快乐，这个阳光真的太好了。天呐，真的很 appreciate 旧金山的冬天。今天主打一个拼配豆的概念，黄色的那款就是浅红，让豆子饱满一点，这个是绿色的那款是深红，中深红吧，然后豆子个头小一点。今天要直接过去举重，所以我就把我的咖啡装到这个随行杯里。哦，今天 bus 来的好快呀、啊！我才等了一秒钟，它就来了。今天又是框框 PR， 我这个人真的非常被别人的鼓励所感染。一开始在那边做 clean and jerk weightlifter， 他就过来跟我说 your jerk has improved a lot， 然后我就超级被鼓励，就框框加重量。今天的 PR 就是42千克。铁汁们，我现在在这个 Caltrain station 里面等 Caltrain，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有一个2:12的 train， 但是他们今天是感恩节，所以说那班 train 被取消了，然后下一班是2:58。也就是说我要在这边等40分钟，进行一个抵抗无聊测试吧。坐上车啦，终于刚刚在那个外面就是晒太阳晒了半个小时，好热。火鸡、开始切，中华小当家。这个做了几个小时？是先 fry 加盐啊，哇，哦，对，这张 group photo 是怎么拍出来的？冲冲冲！哇，今日的火鸡肉粥多 all thanks to 昨天 Angelina 他们家给我们的火鸡。今天要去黑五大购物，钱包大出血。今天的主题是长颈鹿，因为这是一个长颈鹿包。这不是斑马吗？我还没有决定好外面穿什么。嗯，外面你这还要再穿一件外套？是，我就是说是穿这个、还是穿、这挺好看的啊、在太阳下真的好暖和，好舒服。第一站 Rag and Bone， 我试到了，我现在在试穿一件2295的皮衣。黑五如果想在 Fillmore 这条街上血拼，最好是一个有钱的白人太太，因为真的好贵啊。我们刚去了一个我们特别喜欢的靴子店，然后里面有个特别好看的靴子，但是它要495。在一个惊险刺激的黑五大购物之后，我们获得了我们的战利品，唯一的战利品，一个酸奶。我们觉得好看的衣服呢都太贵了，便宜的衣服呢又都丑，所以就 ended up 什么也没有买。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感恩节的暖心小活动，每个人要说5个形容对方优点的词。作为一个不太就是觉得别人夸我会觉得有点尬的人，就是非常感动又尴尬的听完了。就是我们两个给彼此的词，给 Viv 的是 personable, capable, sensible, worldly 和 feminist。
，live 给我的是 mindful、purposeful。啊，我们都有 purpose。哦，不是，没有 ，never mind。empathetic、expressive 和 bright。M P E E B。M P is my 缩写。今天练的开不开心？开心。今天我和叶嘉豪都哐哐 PR， 哐哐 PR， 我骑上高抓是43公斤，今天直接高抓45公斤，还是很轻，牛逼啊！现在去 Farmers Market 和 Viv 一起逛一逛，又来 Farmers Market 喽 ！Farmers Market 就是一个大试吃。我买了一个 Almond Cashew Holiday Nog， 叶嘉豪昨天新买的 Patagonia 马上穿上了。美区代言人，给大家验证一下叶嘉豪美区代言人的身份。他说小红书搜 Patagonia 第一个就是他，不是你，还是不是你？慌张，慌了，慌了，这个男人慌了，还是不是你？这个就是有 personalization， 他知道你是这个账号的主人。你只看女的。我们今天吃了 Senior Sisic， 我点了一个 burrito。好的，我也想尝尝你的。嘉豪点了 rice， 我也点了 salad。那嘉豪好惨啊，就是我把菜都吃剩了，剩下了一堆米和饼，他在这边夸夸吃。刚刚回到家，现在把 groceries 给放到冰箱里。现在我又出门啦，没有目的地的城市漫游，大致一个想去的地方是 Noe Valley， 这是我今天的 OOTD。又名川西套装，因为我这个衣服它很短。来到了 Noe Valley， 之前都从来没来这儿逛过。哇，这 chocolate shop is so cool， 而且完全 stumbled into it。那边就是 source 超多巧克力，他们说他们一共有1500多个 bar。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巧克力的世界，就是整个是各种各样的地方的巧克力。这个他说是一个 women chocolatier， 然后。他和他已经 carry 他10年了。我觉得 chocolate 这个东西和 coffee 好像，就是它会有那种所谓 single origin bean 的概念，的 bean 也会给你写 notes 是什么，不同的产区的豆子也会有不同的味道。感觉 No Valley 还是很 cute， 就是感觉是小街区 ，there's a lot of interesting shops。刚逛到一个 candle shop， 就是有可以自己做 candle， 但它里面的味道都。非常神奇 ，old books， 还有这个 rain， sea breeze 超好闻，而且也很 affordable， 就一个大概30块钱这样子。我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我刚刚就是不是对着 vlog 说我好饿，然后我就真的 literally 就 bump into 一个 restaurant， 他们在路边 offer 一些 sample，太幸运了，竟然在路边就有人给我 sample 吃面包，还给我一个热热的花茶，恰晚饭喽，晚饭的菜品。有一种刚从 Costco 回来的富足。周日，感觉 Acme 的 bread 比我之前买的那些切起来要筋道一点。今天我要试一试做冰手冲，好喝，有点淡，我觉得掉出了这个咖啡的甜感。有好事和坏事，好事是今天下午 Kathy 要来，我和他是真格之前就认识的朋友，我们已经好久没见了，所以说很开心能见到他。不是那么好，或者说有点痛苦的事，就是今天又要练腿了。呵呵，练完腿的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英雄。我现在去见 Kathy， 今天的嘉宾、啊、我要出现高那么高级的设备出现了，记得上次 vlog 还是你手持拿着那个手机在那边拍拍拍、哎、我们都可以拍。We only have like 2-3 hours but we're so well equipped。 那必须的，我们来进行一些灵魂的摄取。太舒服了，我的妈呀，好怪，好怪的感觉，我觉得我整个头都在起鸡皮疙瘩，好爽，好爽。